环节哦，我分给你分派这样子的哦。喜欢你的班嘛，你现在很不团结，不好听到他样子讲就笑笑一波啊，他这个话题。然后有一次在我在刷牙的时候，突然间我想起来他讲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我有不一样的答案了。我们的班不是不团结，是有各家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话题，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模式，所以才没有什么话题，没有沟通，才会看起来很像很不团结。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团结的时候啊，很像去年我们国庆日的表演，大家都很团结啊，尤其是作弊的时候啊，很顺利啊。其实我们的班还是很团结，我认为我的班是最好的啊。但是我想把答案哦告诉那个人的时候，不开启了，因为我不记得他是什么。哦，就很感谢可以跟到你们一起同班，嗯，这两年也玩得很开心啊，然后也很珍惜这两年的时光，也希望以后可以一起出来给的人也在一起玩这样子哦。我们其实可以多陪伴的，达到我的理想的陪伴，因为我们从一开始OK， 真的很开心可以经过这一把，然后跟你们相处到这样子，现在我们毕业了，要好好珍惜。所以以后我们十年后啊，20年后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自己。Yeah， I thank you the fun， 有虽然今年有一个gang， 可是我到最后还是很融合到来。我们讲没有像其他班吵架，看到什么都觉得 OK， 再锋利，反正可以开心一点。我是一开始就是变成工作的时候，就是先转进后天图的，还是很感谢就是同学都懂我是从别班转进来的，没有就是对我用不好的态度，这一点很感谢啊。然后其实我就是中学一直以来我自己本身是急着想要毕业，我就是觉得来学校过日子，读完书就回家。这两年是真的很感谢他来到学校，看到大家有时候就是笑他们的话，就内心觉得很开心。总结来讲呢，读书考试成绩真的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是有点重要，是有点重要，但是不太重要。人开心就好，什么东西都好，人开心就好。及时行乐。如果我之前这段时间有讲错过什么东西，又有得到班上任何一个同学都跑来，那我就对不起呀。当然还是要谢谢你们接受我们成为你们。对。祝大家毕业快乐，然后可以在 SBA 里面考到你们要的成绩，然后尽快找到你们的人生目标。大家好，我是一伟。吃饱饭了没有？没吃饱了。我相信在这个比赛里面，大家都有很多很感动的话要说。我是希望大家在 SBA 的时候能考取好成绩，并且在毕业过后也保持联络啦，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这个班级，我们三二。希望大家毕业过后可以找到喜欢的工作或者是课程来学习。那么在这个班上，我也经历过非常多开心的、伤心的，或者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啦。然后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再吊儿郎当了啊，可以长成一个真正的大人了，不要再一直做傻逼了，就这样啦。同班的两年，感觉对大家的意义很多，难忘的回忆，一些送礼啊，新年新机会啊，在过程中有一种小事发生啊，我觉得不是导致到影响我们友情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被解决的。希望大家可以在 SBM 最尽力的成绩，希望 YK2 成为我人生中很好的一个回忆。见黄小燕老师，他从中一教到我中五，每一年都是两教，他是我一个人生中一个导师，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祝大家毕业快乐！祝大家毕业快乐！有缘再见，拜拜。有空出来。从工作开始的不认识，甚至还有一些矛盾，到我发现现在的感情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毕业以后，然后可以找到方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空出来聚一聚，哎，练一下太硬哦，找一下老师出来喝下茶，吃下饭，我们就是吃早啊，吃早啊，替他帮忙啊，借钱啊，不用找我。感谢各位老师的教导，祝大家毕业快乐。开始我进
正版的认识 Johnny 吧，慢慢的认识越来越多人，那些以为我是 gay 的永康啊，永康我不是 gay 的，我觉得永康才是 gay 的，毕业了全部人都要分离了，希望大家能够成功的追求自己的梦想，希望那些在班上吵架喊我啊可以和好，对啊，永乐每天弄我啊，我也不要讨厌他啦，希望大家毕业快乐，成绩很好，成熟一点，然后追求目标。好，不要讲了，快点。We 人讲他很帅，我有点像欢喜人家。毕业了，我是不打算去讨厌谁，但是如果他们还是有不爽我，还是怎样？就希望他们能早点放下。这两年总算有认识到一些自己一样的好朋友，以前一伟啊 Johnny， 我有什么心事我都有跟他们讲，功课上最常问的也是他们的老师们，拉加琳娜、阿里尼、Stephanie， 他是 Quite Street 很有趣的一个老师，他的数学方式我很喜欢。祝大家玩 SPM 了过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取得成功，谢谢。嗨，我就是要毕业了，就是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我长好知识，我也长好头发，有看到自己在进步。祝大家 SM 成绩理想，大家毕业快乐。班上的同学都换了两年，之后可以一切都回归原初，大家毕业快乐。下一期我们，下一期其实想要更好了，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最好的。你看啊，你做了那么多的，他看我们的珍惜，不是方面你可能还没有。标准，然后以后遇到更好了。吵架的人快点和好。真容、永乐、哈盖、阿力，他这些全部对，就是那群男生啊。对啊，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男生吵架会比女生还久啊！我这是第一次谈什么朋友啊？你跟佩仪和好如初，如初。大家的成绩，拜。我们终于要毕业了，比较喜欢 K 听多一点，星爷就叫我转回来，因为还帮我写了一封信给棺材，人都很好相处，欢天一发，我也没有责怪别人，不要吵架，一生就会很好了，跟 K 都已经和好了，像是很少讲话且吵架的，后来和好，毕业了很多啊，永乐 Sky 啊，阵容，希望在毕业心中可以过快，康是他的 crush。等一下，紧张耶，跟芳芳老师啊，就是考了，还是有帮我啦，最后都给我重考一次哦。虽然他教课啰嗦，就是他不会讲话嘛，但是他的意思是很好的，教老师又全部都是很好的，黄小月老师，这样有什么事情都帮我们，希望 S M 好理想。大家互相相处，也没有说难搞，我们也很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合作，一起上台，很多事情都一致的想法。也很感谢所有老师细心的教我们，从很差成绩到多人的及格哦，记者万难之命，很可爱的老师，很可爱的老师教我很严哦，是对我们好。谢谢小林老师，做错什么事情他都会原包不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谢谢关 NG 和何宇，他说。一开始我们年的年尾，我们开始那种爱的教育，还是宝宝他们的孩子一样这样对待。考试的时候，他都会叮嘱我们，不让我们犯错。未来的路上，我们要加油，面向很好的嘛。我们不要一直互相伤害，还有彼此。缘分都是镜头，先加油，你可以聚一聚。他偷偷在我背后说我坏话，你又不懂。为啥？别人是多位朋友啊，还有一些戏啊。宝宝那一组的学霸多霸。第一，我从过去认识你到现在，真的有变过。成绩不错了，谢谢大家这两年的配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路上都一起加油。毕业快乐，毕业快乐。现在我们要毕业了。你脾气真是很沟通，有耐心，人家摘一下子之后就发脾气。S M 数学及格啊，是一场。毕业老师要带好的未来哦，就是前途似锦。感谢主的配合啊，射手啊，上手啊，毕业照手啊，不要忘记我啊，叫 R V A H 的对弈。还有汉洛，我要对你讲，汉洛，站着的先坐下，站着不要不要坐。祝大家毕业快乐。Hello。时光匆匆，我们在长大。我一直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在这个如梦的年纪，到你们，我也非常的心存感激。沿着高中，就像一把火，一起看着沿途风景，是专属我们的回忆。可是现在到站了，我们也应该下车了。希望未来你们一切顺心，前程似锦，想事成，顺顺利利。谢谢你们两年的陪伴，哇，我是真的很满意。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在别表演也做好准备。就是比赛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拿到好，但是在我心中，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班。毕业过后我们也可以经常聚一聚啊，班主任好给的人，会想念你们的。毕业快乐！嗨，我是佩仪，我是 Grace。感谢我有班有很好的同桌，他们也给我很多宝贵的回忆。谢谢我同桌啊，然后因为我脾气很差，然后每次一点点小事就发好了脾气，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一起考好的成绩。你们想进的大学，然后做工了就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希望我跟丽敏一直都会好好的。毕业快乐！Hello， 两年了，谢谢你们的包容，祝你们好运，加油。Hello， 感谢你们这几年的陪伴，还有老师的教导，希望以后我们还团聚一下，让你们 SN 可以有好成绩。毕业快乐！早认识我们，Hello， 毕业啊，毕业啊！哎 ，Thank you， 老板的。我希望你们的 SBM 考到很好的成绩，跟你们要去的大学。希望我毕业过后，自动可以加他的娃家来载我。希望老师都健健康康哦，要吃这样多余的东西啦，身体健康啊，老师们。都相处两年，关系都 OK 哦。毕业后找一个好的大学哦，全部可以进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哦。SBM last day 啊，有办法的话，谢谢年来教我们的老师，尤其是黄老师啊，好一点就有时有一点凶哦，毕业后可以再聚一聚哦，啊，吃吃饭一样，看戏一样。祝大家开开心心，可以全部考到自己想要的大学，事事顺利啊！祝老师全部身体健康，知识满满，孩子全部很 smart， 能够跟 Alicia 都很负责任，很好一个班长。大家 Happy Graduation Day！ 希望你们毕业过后找很好的工作啊，然后进到很好的大学，希望你们 SBM 拿到很好的成绩啊！廖内老师，你健康哦！阿兰娜 ，Thank you for these 2 years， I'm very grateful for being a student。啊，依然谢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跟到你同班，可以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这样就懂了。不管经过任何风吹雨打，我们还是 brother， 你是我最好的 brother。祝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看我看，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过得很快，说不长也不短。现在我们要毕业了，今年2019年才能毕业。我们的班长也为我们付出了不少。长，我们的班长如果很像很有责任，也然后全班同学都是我好朋友。我也没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姐，明年就是年了吗？希望我可以跟他们很好哦，在真懂我讲谁哦。在未来这十年里面，你们一定要能就为你们的事业奋斗，或者为你们学业奋斗，不要再吊儿郎当，浪费时间。哎，我肚子很疼。人家在 S 里面，希望你们可以考你们想要获得成绩的，尤其是小芳芳老师、GI 老师。在结束之前，我来讲一下我 edit 这个 video 的心得。非常感谢全班的合作，大家都非常的配合。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也 edit 的，也希望啊，直接就出来聚一聚。我们毕业过还是朋友，我们一起结。在这里祝大家 SBI 考到好成绩，还有毕业快乐，拜。亲爱的五 K 二，你们要毕业咯，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呢，可以心想事成啊，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因为呢，青春就是本钱。那么不知不觉呢，有一些我们班的学生老师也教了很多年了，从公关第一次进中华，到今年永乐嘉兴啊，尊荣啊，好多年的一种感情。所以呢。你们会舍不得中华吗？舍不得黄老师吗？就得空多回来一点吧。好了，就这样哈，拜拜。Pada semua murid 5K2, cikgu ucapkan selamat graduasi, selamat menduduki pemeriksaan SPM. Cikgu doakan kamu semua akan dapat menjawab soalan dengan baik dan mendapat keputusan cemerlang yang nanti. Dan yang paling penting, semua dapat melanjutkan pelajaran, ambil kerja yang baik dan mencapai cita-cita yang diinginkan. Dan yang paling penting, jangan lupa ada cikgu-cikgu di jumpa. Kalau ada masa tu datang lah ya, jumpa cikgu-cikgu di sini. Kan老师希望你们读书考得好了。好，特别是在马来文呢，帮你们全部也pass了，拿到 A 啊，我们加油努力，好，拜拜。啊？等一下，我等一下还没有准备好事情。Hello， 各位 5K2 的同学，大家好，子不杰啊，又是毕业的时刻来临了。老师在这里，希望大家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来。回馈母校。
回馈社会，我是在这里祝福你们 SBM 成绩标清，加油，心想事成。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成为你们的华文老师，直到平时老师可能对你们太过严格，有时呢对你们发一些脾气，希望同学见谅，主要目的是同学们好好的学习，要懒散。此祝各位同学加油，做最后的冲刺，拜拜，我再讲。拜天主，我们终于毕业了。这教育，我希望对你来讲是有学到东西的。我们其实，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基本的一些技巧。我觉得做人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成绩它只是断了你们在这十一年学了多少，跟你会了多少。接下来你的人生还很长，只要说在态度上，你会记得要努力，要自己热忱的东西，愿意付出代价，愿意花更多的心思在你所做的事情。是我本身希望说你们会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只是只顾自己开心，或者只顾自己赚大钱，们对于下一代，对于这整个社会是会有贡献的。我祝你们前途似锦，接下来人生都快乐顺利。Hi, my teacher student. So actually at first I wasn't happy with your class when you were in form 4, but later coming up and up you were getting good in my clas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upporting my class, doing well in your English, Zhang Rong, Yong Le, all the students behind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ve done good in English. Please carry on, all 5K2 students. Make sure you pass English subjects and make sure you do your best in your SPM, because that is your future. If you don't have SPM, you will be lousy.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subjects you get good marks. And Sejarah BM is very important. Please pass these two subjects or else you won't have certificate. Okay? So good luck. So much. Thank you. Bye. Hi. Right, I teach you all maths 2 years. And I'm really happy teaching all of y'all. I really wish all of y'all good luck. Whether it's SPM or in your future life. First year, I teach you all very, very strict. And this year, I think I'm very, very different with y'all. Basically, I enjoy teaching all of y'all. And Yong Le, please don't go puncturing any cars. Bye-bye. Untuk semua murid 5K2, saya doakan yang terbaik dan selamat maju jaya. Cikgu Zuan, doakan kamu semua supaya maju jaya dalam SPM pada tahun ini. Good luck for your SPM. Hi. OK，各位同学们，大家好。OK， 希望你们呢在 SPM 考试中呢拿到很好的成绩，毕业后呢每个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大家努力。哦，不要，等一下。哎呀，原来录这个东西这样辛苦啊，真的是。开始了。Hi， 八 A K 读的同学们好啊，老师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分，负责任。一个人为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有爱心的帅哥美女们，也希望你们能考成功。快一点回来看老师，然后呢，让你们给你们老师知道你们接下来状况，看到你们的成长。再见。Hi, FK2, 大家好，老师祝你们一切顺利 ，SPM 考得好好的，身体健康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老师我为你们的前途加油，祝你们毕业快乐，哎，一切顺顺利利，拜拜。Hi, FK2, I doakan semoga awak semua jaya, especially dalam SPM akan datang ni. Yang terbaik untuk prinsip perakaunan especially, pastikan dapat cemerlang. Saya doakan semua dapat menjawab soalan prinsip perakaunan nanti dengan baik, boleh ingat apa yang saya ajar dan you applykan dalam soalan. In your future, semoga you berjaya. Good luck. Bye.跟我讲，你要送一个祝福给杜行为，祝你可以快点找到男朋友啊！家人不是 gay 吗？ gay， 他真的是 gay 吗？真的。家庭很难，我希望找一个华裔。gay 人啊，喂，都是 gay 人。你看，他 gay 了，他 gay 了，他 gay 了。